今天又上那个建材市场跑了一天，买了两块大石板。看看，这底下是一个带水槽的，这个挡上了，底下有两个挡水条。我不是想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嘎打两个柜子吗？上边的台面。就这两个窗台底下这1.6米左右，我这板子也基本上一个1.6米的，一个1.4米的。正好是认识那大哥，就是买这个我们小院砖的那家的，他是那种就是废弃的料子，边角料吧算是。完了之后260块钱，这一共连大块带小块。看看这个窗户，我还没整过呢，怎么整的这是？妈，吓一跳。哦，这样开开的。这是买的60厘米的台下盆儿。完事了，回头再卸的话，回头让他给我打电话。对，今天好像不能来装了。到时候师傅搁这安前，我直接送着。不耽误事。行行行。行，我把这垃圾收了。那你慢点啊。哎呀，安完了，这家伙看看多着，这还有一批没到呢。这咋？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板，床头板好像是。什么是？不是，这个应该是那个电视柜的背板。完了之后，这是床头板。这是衣柜的颜色，大概就这样。这好像也是床头板，还有一批没到，等那个一车拉不下，那个回头师傅装的时候完了之后再送过来。薄点厚点啊？差不多就行呗。放水泡一下子。一会儿我炒这个菜吗？你想，盐，放点盐，少来点料酒，胡椒粉，吓人，不敢闻。抓着。哎呀，使劲抓！我抓，我看你一抓碎了吧肉。这些怎么样？可不少啊，行，高溜。再来点油。张个人。再来油。还剩一瓶啤酒，喝不喝？喝的呗。喝我镇上去了。我整完了之后，你浇油好吗？我妈整最后一次拉那活。水煮肉馅儿今天。吃点辣的，少来点盐。多吃菜，多吃菜，少吃肉啊，少吃大米饭，多喝酒啊，是不是？多喝酒，多喝酒，少吃大米饭，少吃大米饭，多喝酒。不喝酒，不喝酒，不吃。怎么样，妈？你说行就行啊。这熟了吗？这个熟了，这往上一浇汤就好了。
葱姜蒜，大辣椒，来勺豆瓣酱，红了吗？红了。蛋汤，切片料渣子，来点盐。来俩虾。嗯。王庄就扔你吗？那不行，你生日。给点火啊！哎，挺好挺好。喝点汤。倒没事吗？倒。哎，来点辣椒面儿，多搞点。来点花椒。来点蒜。小葱。哎，辣椒。来点蒜米粉，哎，挺好，来个加凉，嗯，加饭凉菜，来妈，整一口啊，你喝不喝？你自愿啊，妈，我喝点啊，喝点，征求我们祖先意见，你要喝就喝，不喝就不喝，少喝一口。我天天就当一口啊，自愿咋的？俺一直采取自愿制。哎呀，盖儿还掉，挺紧张啊。好嘞，就这些，一口。嘿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节也过完了，完了之后那个这水煮肉片加拌凉菜，俩菜开饭。来呀，整个吧，给它割了割了去。割了呀？啊。你不割了不行，这个辣椒要不然和不开。嗯，我这啊，是吃辣的。蒜末给它和了开。俺们这是家庭版水煮肉片儿，那个跟人家大饭店的外边儿肯定没法比。就是，你看这吃那玩意儿就行了，是那意思啊。还有点干豆腐没搞。嗯，不搞。吃不了了。这下可够辣的了。不咋辣吗？啊，瞅这样辣不辣？你看这个辣椒面辣不辣呀？我爸买的辣椒面都不辣，不辣呀，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你都吃肉啊，老夹菜。吃呢，那我不得吃少吃多吃菜吗？吃肉不说不胖吗？吃肉不胖啥胖啊？做父母就是这么回事，没事就得说你少吃点，真要你要不吃了，你说他还愿意让你吃？那咱买回来菜吃一张干豆腐。那一大张干豆腐去了。嗯，我吃两张干豆腐。嗯嗯。就这些，半碗。你瞅啥？你瞅你。做菜就得有人吃，嗯，没有吃吃剩下咋整？这肉片挺嫩啊，嫩。这跟外边味儿差不多，我妈会做。没差多少呗。比外边的就是比这麻。你那个麻椒，花椒就是麻的。来妈，尝口啊！今天开空调啊，要不然这老热了。嗯。没了，嗯，粥的，今天这酒喝的快，就是你大哥和你爸俩，他俩凑合一堆儿似的，你都不能吃辣的，对啊，正好，你总不吃辣，感觉一些吃没啥味儿是吗？要隔三差五就想吃点麻辣烫呢，吃辣椒有瘾。
这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啤酒了，嗯，唯一的一瓶。对，那天那个坐车回来，我买几瓶。嗯呐，我一看在家又饥又渴的，得喝点儿，喝一瓶，一家喝一瓶。太热了，也还太渴了，喝水都喝多了。这两天缓过来了是吧？嗯。哎呀，凉啤酒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。9月26号，那你去抽奖去。哪抽奖？聚元宝，上回买那个东西，送的奖券，送8张。看看能不能送个大冰箱。妈，你那么会心呢？那没准儿，8张券你别送一个呀、啊嗯，不上那商场里去逛去，你不知道，就是和网上根本都不是一样的东西。咋的呢？你在网上瞅啊，啥都挺便宜，是不是？到那一瞅，根本不是那价。那是一样东西吗？那东西不一样呗。你这冰箱哪买的？你网上买的？在网上买1000多块钱。上实体店，你稍微瞧瞧上眼的就得6000。妈，3000的都瞧不上眼。就一比较，就6000。那是大的。大的。你就得买大的。买东西这个玩意儿怕比，是不是？嗯。你比如说，你买一个冰箱，这个是2000多，这个3000多，3000多的你瞅着明显就比2000多的好。到那个啊，你一咬咬牙，一使劲，那就买3000多的。嗯啊。是吧？嗯。能使就行了。过两天买沙发的，你去吗？你就挑个沙发去，是吧？嗯。剩下别的都不用领我妈。领我也白扯。领我妈。我俩还扯后腿。领我妈去，到时候我妈不用买。买沙发能买一个那样式，能晚上当床使那个。嗯，行。他来个人啥样，能睡个觉啥。嗯。整个来吗？嗯，这个豆芽子没有那绿豆芽好咬。那是肯定啊，绿豆芽跟那也不是一味。嗯，来不来了？不来了，你一口得了。嗯，照顾你吧。不要了，福根儿，大福根儿。哎呀妈，吃的挺香。你早先你不好那打嗝还连了。我操！现在不录了。哎呀，你可真是。都打完嗝我才录的，我长大了，岁数也长大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原来还小啊！原来小那时候，那叫什么？那初入社会，不懂那些东西，是不是？现在知道磕碜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你啥时候也不知道。来吧，你困了得了。你说你像困了似的吗？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喝不了，倒给我吧。喝了了啊，干杯！嗯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
哎呀，整挺好。那个凉菜没吃了，凉菜明天早上还能吃。哎呀妈，凉菜熬汤。东北，俺们原来在屯子的时候，头一天凉菜剩下，第二天熬汤，那咋可好喝了？谁第二天熬汤？这个不是很辣，谁要吃的话多放点辣椒，炒的时候就放辣椒，是吧？后放辣椒它不咋管事儿。不是，这个辣椒面子不辣。辣椒不辣，我爸买这个辣椒、肯定不辣。辣椒面子不辣。那个，感谢大家啊，非常感谢。嗯、我今天这个石头完陆续到位了，那个石面。完了之后过两天就不打柜子装柜子打柜子同步进行。那个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师傅找好了那个600块钱空间一天。完了之后给我打俩柜子。啊那先雇啊。先雇啊。就是咱买面儿，你看我那个石面买了吗，完了之后在那个自己买那个料。完了之后雇人工600块钱。500块钱给个油钱600块钱。合适吗？两柜子成本，我那点食材一共花了260块钱，就今天那些。这啥？你今天这还得办大事东西呢。那你说晚上必须得多吃点，回来给我饿的吃两汤干豆腐。我现在去买两汤干豆腐卷吃的。